上好，在干嘛呢？你要说早上香香的，宝贝。你真的香香的。你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在这德国了，昨天开了7个小时，还挺好的，乡下的感觉挺好，干净的呢，很干净的这里。人，德国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啊。不是一般的人啊，人家穿外套还要穿羽绒服，还要毛衣帽子啥的呢。德国呢？德国外面，德国外面，下雪了。下大雪吗？下大雪下大雪嘞。这个3月半下大雪，哇，不见得。什么时候下雪？外面放了哦，下大雪，下大雪。